然后新发片的歌手到康熙来都很仁慈的愿意把他们新出的专辑送给主持人。你每次都有很送给我们算仁慈吗？那是应该的吧，应尽的义务。 OK， 那你有很期待收到吗？当然收到会就是觉得是蛮造成困扰，没有啦，当然是很开心啦。哎，哦，这东西就清奇，很好很好，这就很好。哦，这料掉，这有虾梨啊，你想要虾梨？哦，这清奇，这我问你，哎，这毛虾梨，哦，叮当毛虾梨。那它上面写那个给女主持人的是写什么？哎，是写保密，没关系，书念念看好了。小 S 姐啊，哦，请多指教。请多指教啊，小 S 姐，我看你也没有多小啊。请多指教有犯到你的忌吗？请多指教就是那种跟我之间明明已经没话聊，然后硬要写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他写说你是我最崇拜的女生，这是很崇拜啊。如果你美到爆，美到爆，我觉得非常好，很动人，性感的要死，可以比林志玲赢100倍，这众所皆知的事啊。我好喜欢你，这个可以吗？好虚哦。你知道，就是那种明明不喜欢我，还硬要写个一两句在那边。你是我爽台湾，什么？你是我什么？你是我第一次来台湾，然后还没有到台湾，先见到了第一个偶像。哦，偶像，偶像，有点偶像。鼓掌什么意思？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其他三位请出去好吗？这个只不过是单曲，单曲，真正的那个专辑出来，所以单曲不需要听，是不是？要，所以这蔡康永不用听吗？一起听，谁要看？谁要看？拿耳机插进去，然后就一起听，然后还要对看这样。哎，那个空手是什么意思啊？对啊。我的专辑是今天晚上才印出来，对，所以我们晚上才在约一次。我晚上要约几点碰面？晚上特地会来这里，然后。不过陈嘉伟有准备好他封面的那个拍照的姿势要摆给你看。哦，什么意思？很特殊吗？可是要有风。会不会太小？可是要就是吹的旁边头发要飘飘。那我们俩一起好一杯，站在脸上。这个太丑了，退回来，退回来，你太劲了，好小哦。哎，你比较会吹头发。对啊，你都没练。你又可以当发型师。这一个美丽的。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谢谢。对啊，没有想到它里面藏的是这个声音耶！怎么？而且它有融合 R&B 跟气音哎！怎么办？就很厉害耶！还有那种你知道什么东西？就有一种你也会，有一种人唱歌是很喜欢用喉音的。那你有喜欢他那种，就是每个尾音都收到嘴巴里面去，然后哦。我觉得很不错，真的吗？它融合了好几种唱腔在里面呢，有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会唱，而且叮当感觉肺好大，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已经要溢出来了，你的肺有一些已经垂在外面了。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是我，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就怕你把承诺当作对我的回答。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谢谢。谢谢陈嘉玮。现在请张惠妹专家徐熙娣老师做讲评。我觉得她跟阿妹最大的不同处呢，是在于她的共鸣点是很哦的，真的真的。而阿妹的声音是比较啊。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在你的什么地方。应该打败很多人吧？你说高音吗？就别人根本没有这个声线了，也可以说是辨认度很高了。他唱歌就是很哦，不用每一个都有，因为我怕你们不懂音乐的人不要。谢谢谢谢。Tell myself you gotta wait, day. Don't rush it, don't anticipate. Take it slowly. It's okay. It's okay. But I just want a chance to know you, to know the woman deep inside. Yeah. But missed opportunity, yeah, yeah, yeah. Even at the risk of love.